晚上工，時間2:00，即係今日8-9點去咗 KS 食咗餐，然之後去香港即係坐摩天輪。即係食 KFC， 永遠都喺門口撞到嗰班人。呢個阿伯又係食煙，又喺嗰度瞓覺，唔係食嘢。基本上每次都見到佢嚟瞓覺，所以我偷影一張啫。叫我香港嗰度影相，摩天輪嗰度。跟住翻到嚟之後，唔係即係佢搞到個咩慈善跑步比賽咧？有三個女人，即係著住衫，第一件有一個著短褲露屎，即係嗰個覺得核突啊！同埋嗰啲衫唔合規格，正如你喺天流帶一樣，要著曬成套蘇嗰件衫，唔係淨係著嗰件衫，再加街褲咁樣可以話。被人笑，即係咁啱坐翻東涌線翻嚟嗰陣時。在九龍站見到一個細路仔著白色衫、黑色褲的細路仔，攞住部手機拍片。這個細路仔就是鐵路迷，因為見佢影嗰個路線圖，再加影個車程，由九龍站去到南昌站。因為我係全程見望住佢嘅，佢影嘅路線圖都係因為呢個路線圖已經變咗，即係更新咗，喺即係佢意思係喺九龍站同埋南昌站貼上高陽。咁南昌站貼上高陽，即意思係將來唔再叫西鐵線，就係叫屯馬線，而九龍站就可以行過去西九龍總站轉成高鐵。我見到佢拍片嘅，但係唔知即係每次拍新片都要放上網啊，咁唔知會唔會見到我其實真係可能見到我，我係真係上到鏡嗰邊，因為咁啱佢攞部機望住影住我，有時我。即係其實坐纜車，甚至係你坐摩天輪，都有個嘢擔心嘅，有時會有意外。不過呢樣嘢你估唔到嘅，即係你睇海洋公園坐纜車一樣，當個纜車到突然間停喺半空停喺度，你個個都會覺得好驚，因為簡單唔知道咩事啊。你都見以往都見到好多新聞就話開。纜車發生好多事意外啊！即係個車廂墮下事故啊！即係個個都愁緊，會唔會就係做下一個傻子？現在已經是8月5日，台味冰點已經結了業，可以說在收舖的時候已經正式
結業。誒，而家都冇得同佢傾偈，已經少咗個選擇買飯嗰陣時。暑假都過咗一半，當到8月20幾號嗰時，我都諗緊咧自己啲功課點算。雖然而家就喺9月3號開學，但係都係仍然都係記得翻啲功課幾時先做。諗住，但係太早做好似都冇乜意思嘅，基本上。在之前成日都看到有很多穿著便服的青少年就走入我們學校裡面，但我不知道他是誰，有些不知道我就出發應該入來，到現在都沒見過他們。我想問一個問題，當他們即是這些可以叫不明來歷的人入學校之後，管理員不會問他們是誰的，齋望住佢哋嘅啫。咁而我著住便服入嚟，就問我係邊個？咁話俾你聽，呢個管理員未見過我咩？你唔記得我俾你截停咗3次啊？咁都唔認得我嘅。哎，正有啲意思嚟講，嗰班不明來歷嘅入咗學校，你就望住佢哋先。跟住就冇乜嘢，繼續喺你個崗位睇手機。而我入咗嚟之後，即係話：誒，唔好意思啊，請問你揾邊個啊？點解會咁樣嘅？唔識嘅人就唔理佢，識嘅人就理佢啊。到底點樣做管理員咧？做管理員有個準則，就係當入嚟喺學校遇到一個著便服嘅人，就一定要嚟問佢咧揾邊個。但他不問那班人，只是問我而已。成日截停我這個上次就是早點出去吃飯，又給他截停，然後出去這個健康檢查什麼書出去又給他截停，他交功課又截停，穿便服都是截停，每天都截停的截停截停。我亦都見過佢出門口嚟食煙，即係最憎食煙我俾你。好煩啊！嗰陣，但係都截停我咩？唔識截停其他人嘅咩？佢對我有手嗰時候。即係話俾你聽，如果你話有啲人都話我想投訴呢個管理員，因為呢個管理員喺一個做幾日，我見過佢一段時間裏邊，我啱唔見咗人，唔知係咪廁所，你起碼喺度成半個十分鐘都唔見人。如果你唔係真係去大係嘛，去打咗十分鐘啊，就係話即係你冇會錯。之前就講過話換校長，真係換校長。旅行即係同班人一旅行，就一定個個諗緊到底有冇會再海洋公園咧？就算飛海洋公園，咁你去迪士尼咧？迪士尼係淨係啱女仔玩嘅，因
因為啲嘢都係女仔玩嘅。你個何況你去到咁遠，嘥咁多錢啊！冇咁多錢㗎啦，你坐巴士都好貴啊！坐926巴士喺金鐘轉巴士。